大家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课本24页啊，现在讲到第三个偈。上次说到大智度论，在讲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前，先告诉大家四悉檀。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在说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主要在说第一义悉檀。那前面讲了三悉檀，那后面啊，因为后面就讲第一义悉檀是什么。那因为《般若经》里面主要在讲空无相啊，那在说明第一义悉檀的这一部分。好，所以还没正式讲解释《般若经》之前，先说明佛说法的四种宗旨。那第一悉檀他用三个偈，就是义品里面的三个偈，就是经籍里面的三个偈，那么来说明第一悉檀。那这三个偈都是在说，并没有真正说到第一悉檀是什么，但是他是在说明，世间的人各自执取自己的见解，那第一悉檀是离言语相的，好，再说明这个。那分别解说三个偈，那么现在是讲第三个偈，说第三个偈是依大智度论说的，就是若依自是见而生诸悉论，若此是尽智，无非尽智者，就是说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依自己的观点，那么来做思辨，那么假设这样就是智者，那么世间一切都是智者，所以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并不是从思辨而来，不是的。那再讲这个，那这里也牵涉到所谓的般若，那么真正的实相，并不是从这个思辨而来，那么因为辩论这一件事在印度是非常的注重啊，非常的注重啊。那我们来看啊，现在是讲第三偈，若以是为清净第一义者啊，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观点、你的见解，那么透过辩论、透过思辨而来的认知的，那么就是最真实的智慧啊，就是实相的话啊，就是无漏的智慧啊。那么真正的智者、觉悟者那么这样一切，那么一切人无非都是清净者、觉悟者那么一切人所说的无非都是真正有智慧的都是实相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彼一切皆自爱法故，每一个人对他所认知的、所体会的都是认为是真实的。其实在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看各个宗派之间、各个部派之间通常佛法在印度开始有所谓的部派，那部派里面那么到大乘的时候基本上有所谓的学派基本上就叫三大系那么主要是两大系大乘里面主要是瑜伽行派那么跟这个中观那么主要是这两大派，那么但是有三大系还有一个真常唯心。那到中国来，一开始有学派跟部派不太一样跟宗派也不太一样学派是有一个老师比如说你教诚实论，那么一群人跟着你学诚实论，那么这一群人都是来学习诚实论的，那么这一群人就叫做诚实学派那么这一群人都是来学俱舍论的，那么这一群人就叫做俱舍学派
那么就是有一群人啊，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去学校读哪一个系所，哪一个系所啊，你是什么系的，你是宗教系的啊，你是文学系的，你是历史系的、啊、反正这是类似像这样一群人都在学同样的知识，这个是学派。那么宗派的话是他有一个明显的宗旨啊，就是有一个要到达的目的啊。那学派就不一定啊，那你可以学具责论，可以学诚实论，那专门学的啊，那或是你兼着学的。那宗派不是，宗派就是以这一宗啊，比如说华严宗，就是以华严为最高最究竟的真理啊，那么专门来学华严，以华严来修行。那天台宗啊，就是以《法华经》来修行，以《法华经》为最圆顿教啊。那么净土宗就专门啊，这往生净土为他的宗旨啊，这不太一样，是宗派。那道宗一开始在南北朝的时候有所谓的学派，到了唐隋唐之后就有所谓的宗派啊。那么这些学派啊，就这些宗派，乃至于说印度的所谓的部派啊，或是所谓的三大系。那么都我们都会看到这种现象啊，都认为我所学的啊，我所认为的啊，比如说天台宗以华华经是最圆顿的啊，那么华严经华严宗啊，就显首宗就以华严经为最圆顿，那么净土宗就认为啊，净土宗就认为往生净土是这个时代啊最殊胜的啊。那么各个看法都有这一块，都有这一块。那么这个也其实也是比一切皆自爱法故，啊，都是认为他所学的才是最殊胜的，啊，他所知的才是最究竟的，啊。那么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啊，回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啊，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上帝。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掌握了最好的啊，最殊胜的、最究竟的啊、最彻底的啊，基本上都是就是他们认识的是真正的神、真正的圣者啊、真正的道理啊。通常世间人很容易有这一块啊。好，那么所以他说比一切皆自爱法故啊。那因为只要彼此有不同的看法，就会产生论证。那因为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每一个人过去的背景不太一样，就是你学习的背景、你出生的背景，乃至于过去生所成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也不一样。很简单，每一个人抬头仰望天空啊，那么每一个人看到的天空虽然都看到天空，但不太一样啊。眼睛比较好的看到很多星星啊，像我这种近视比较重的，眼镜如果拿下来基本上是模模糊糊的啊，除了月亮看得清楚以外，其他的星星是看不清楚的。那么眼力非常好的，那么看到的星星数量，那么状态就会比较清楚啊。那么眼力比较不好的还要分啊，你是几度的近视，你有近视没近视，你甚至没有近视眼力还超好，像鹰眼一样啊，很远很远很微细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一样，每一个人的眼睛的那个量，就是他眼睛的那个功能，虽然都看得见，但是眼睛的功能不太一样啊。那么一样，每一个人的智善根福德因缘，那么也是都不太一样，所以所知道的、所看见的、所理解的，啊，那么也不太一样，所以就产生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看法，啊，都有各自的看法，那么都认为自己，啊，所学的是最殊胜的，所修的是最究竟的，啊，好，所以这个是解释啊，解释这上面第三个偈。好，现在就开始问了，因为我们这三个偈听下来。只是在说世间上所认知的、所执取的、所以为的都不是第一谛，他没有讲到那什么是第一谛啊。如果从这三个偈我们看下来，那好，那我们自然也会有这种问题啦。你看他就问啊，若诸见皆有过失啊，就是前面三个其实就是在说世间人的看法执着啊，那么其实都是有过失的
那么那这样，那什么是第一义？因为他用这三个记来说明第一义嘛。啊，你看前面就说那什么是第一义？啊，比如说我们看二十二页啊，他说三记，此三记中佛说第一义悉檀，啊的相。好，可是这个三记读下来解释下来，我们只知道哦，世间人的看法执着啊，认为别人。认为别人不接受他的看法，他就是愚痴。那认为自己的看法就代表智慧啊？他只是在说明世间的这些论辩都不是真的实相，都是有过失的啊。因为有什么过失啊？如果你认为你透过思辨而来的就是智慧，那每一个人都是啊。如果你认为不接受别人的看法就是愚痴，那每一个人都是啊，就是他有这种过失啊。好，那这样的第一悉檀是什么啊？你看他就问了 啊一样。如果是我们听啊，我们也会讲，那你没有说到第一啊，那第一是什么？你只是说那些都不是第一，为什么？三个偈都在说明前面三个个人各自的见解、各自的观点都不是第一，但是没有说到什么是第一。好，现在就来讲答。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啊，片无所依，不是诸法。好，那么他举了四个，啊，这四个词，一个字过一切语言道，过一切就是断了，所以叫做言语道断。一般都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过就是你超过，就是超越一切的语言，啊，通常。因为佛时代基本上都是以语言、以声音，很少有文字像，都是语言、言语像，很少有文字像了。啊，那现在就是离文字像、离言语像、离心形象，一般禅宗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一般禅宗是离啊，说或者说这个实相啊，离文字像、离言语像。言语就是声音啊，通常都是依言语啊，言语相。那么离心形相啊，就是心里面的这些思辨啊、思虑。那么这里基本上就是言语道断，就是这个大智论讲的过一切言语相，言语道。言语道断，就断言语道啊，就是断这个言语的这样的一个相，那么心行处灭。灭心行处啊，基本上是这样。好，这是断跟灭，就是没有啊，超越远离啊，超越远离，超越一切言语，远离一切妄想戏论啊。那么所有的心行处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说都是虚妄妄想啊，那么都是戏论。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因为这个心一般人的心都是妄心，所以妄心而思虑的都是什么妄想啊，虚妄想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讲言语道断啊，这里讲语言道离一切语言断啊。那么一般说的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就是灭心行处，断语言道啊，或言语道，片无所依啊，就是这个就是不可说了，我说不可捉，不可摸，一般叫不可思，不可议啊，啊，这里叫做不可思，这里叫做不可议。啊，意就是言语的啊，言语声音的不可意，通常是这样，意就是议论，那我们就叫做不可思议啊，不可思不可议就叫做不可思议啊，是这样子的，就是佛法习惯的说法了哈，不可思不可议叫不可思议啊，这些是这样。那这里
里说到啊，这个骗无所依，不是诸法啊。那这个都是这四个都是在说明啊，骗无所依啊，就是这个实相啊，你不能说依着语言啊、文字啊、啊这个心行啊、啊这一些啊，就是辩论啊、啊那么概念啊、啊这心行就是一些种种的概念，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啊来说明这个诸法的实相啊，没有办法。那么所以不能依文字啊，那么心行啊来说明这个实相，没办法啊。那文字说语言都是在说明我们所想的，但是我们所想的是虚妄分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是在说明我们所认知的，但是我们所认知的是依我们这个妄心所分别的啊，一般叫做虚妄分别。那么虚妄分别出来的，那么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戏论啊，他是在说明这样，你依虚妄分别心而认识的基本上是戏论，不是真相，都是表象，都是现象，但是实相不是如你所见的那种现象，你所说出来的，因为你是妄心所知的嘛，啊，所以啊，他这里才说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骗无所依。啊，不依任何法了啊，不依任何法啊，那么不是诸法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啊，你没办法依着语言文字，那么来说明诸法的实相啊，这个是先说到这个，然后又说那诸法实相无出无中无后，不坏不净，是名第一悉檀。好，那么这里稍微他也是没有说，就是说不是什么，通常像佛讲涅槃也是一样，佛讲涅槃比较没有实际上说涅槃是什么，而说涅槃不是什么啊，比如说烦恼断见啊，涅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啊，因为没有世间没有类似的语言或是正确的语言，因为世间法世间语言是在描述世间的现象的，世间的语言是在描述世间的现象的，那么有这种现象，我们为了来描述它，就是给他一个名言啊，比如说有电脑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名词叫做电脑啊，那么来说明这个东西啊，那么比如说有手机之后，有一个手机的这样的名词来说明这个东西，那你没见过的动物，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你见过了，你给它一个名字，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中国常见的是老虎，比较没见过狮子啊，所以没有狮子的这种概念，但是见到了之后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狮子。好，那比如说以前台湾没有人见过榴莲，那后来有榴莲了，就给它一个名字，把它叫做榴莲啊，当然也有你可以叫其他的名字啊，但是就是给它一个名字以便来称呼他。那比如说你还没出生之前你没有，你出生之后为了来称呼你这个人，给你一个名字啊，那从此这个名字就代表你啊，类似像这样。所以世间的现象，我们要称呼或是要来说明形容这种现象，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那么没有的没不曾出现过的，我们不会给他取名字，我们不会啊啊，这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或是两个三个，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名词概念来形容它。所以世间上的语言，很明显的世间上的语言都是世间人依他所见的，依他所知的，那么给他一个名言啊，一个名词一个名言，那么来形容他的。但是世间人所知的都是虚妄分别的，世间人所知的虚妄分别，所以他不是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的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常常讲地方地方嘛，地是方的，以前的人认为地是方的啊，所以他就给他一个叫做地方的名词。那么以前的人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所以有所谓的日出日落啊，太阳从东边起来，从西边落下，太阳绕着我们转啊。但是这个就是世间的人依他所见，依他所认为的，那么来形容
那么这些都是叫做名言，那么这些有很大的虚妄性，不实在性，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其实很多是错误的。那么从佛法的实相来讲，世间人所认知的都是错误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只是离错误的比较离谱，比较不离谱而已啊。那么所以你看啊，如果依世间人来讲啊，太阳从东边出来了，从西边落下去，但是从实际状况来讲，地球绕到太阳可以见到太阳的这一边啊，转到可以见到太阳的这一边啊，那又转过去见不到太阳那一边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实的，这个只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算是真实的。如果就从真实的来讲啊，那么整个银河系在转，那么它也不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是整个银河系在转的。那在就实相来转，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这些真理，它一层一层，但是世间人所见的都是依他粗浅所认知的，认为你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因为这个人的一个现象，我们就说啊，这个人脾气很不好啊，但是他有可能是那一件事他戳到他的痛点或是怎么样，但是你因为只是看到他发过脾气，你就说这个人脾气很不好，实际上不是这个人脾气不好，是这个人对这个现象，对这种境界他没办法忍受，但是其他的时候他很好。所以我们现在仔细来想一下，就是说世间的语言跟世间的认知，基本上都是虚妄分别的多，所以唯识就叫他说什么片计执啊，他基本上是这样。好，我们这样直接看哈。那现在在讲所谓的第一相，他说诸法实相无出无中无后，不净不坏啊，他形容两个，其实都是排斥的，因为他很难去跟你讲，因为世间的语言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只能跟你讲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很简单嘛。以前没吃过榴莲的时候啊，比如说50年前了，台湾人还不知道有榴莲啊，多数啦，除非你去过泰国，或100年前不知道，但是有人知道了，他说有一种水果啊，那么吃起来味道，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的，他跟你讲，那就是像椰子那么大，可是它有刺啊，那么是很大颗的荔枝吗，或是怎么样？就你会想，从形状来讲，你怎么讲都不是，因为这个没有相同，这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东西可以跟它做比喻啊。啊，那么它的味道啊，你看榴莲的味道，在台湾的水果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来拿来做类比，所以你要怎么讲？他只跟你讲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他不能跟你讲就是什么，为什么？你找遍所有台湾的水果都没有一个跟他一样的啊，那你就是把其他不同的水果加在一起，稍微可以讲可能是什么水果什么水果什么水果，然后就加上一起就是那个味道，但是你不能讲，因为没有同样的东西可以，没有同样的东西可以拿来说明。好，那出世间法实相涅槃的东西，在世间也没有同样的东西可以说明，所以叫做为证乃知嘛，啊，所以只有你自己证到，你才知道哦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用语言、用概念去告诉你就是什么。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你不能够透过啊，就是研究、论辩，或去不断的思维就获得，没有办法。但是你也不能离开思维而能得到，啊，所以它是从有漏到无漏，就是透过闻法，你闻到的是世间法而已，闻到的都是世间的，世间所形容的。但是你离开了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出世间。所以讲什么？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就讲这个道理啊，就在讲这个道理。好，那现在告诉你，你看他讲到诸法实相也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好，现在来想，第一个叫做无出无中无后。好，那么无出无中无后，我们先来讲出中后。出中后，因为佛，你在《阿含经》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佛所说法，如果是佛弟子的，他就会讲佛所说法出善、中善、后义善，啊，就是出中后善啊，或是说出善、中善、后义善。那佛自己也说，那佛弟子也这样说，佛自己也这样说，我所说法
如果是佛自己说，他就说我所说法出中后上；如果是佛弟子说，他就说佛所说法；如果是佛弟子说，他也这样说，佛所说法出中后上。出中后善，那一般都是出善、中善、后义善啊。好，那出中后有好几种说法，就部派就会分别说，那出中后是什么意思？好，那通常我们举两种啊来说啊，一个就是诚实论里面讲的啊，它是一界定位啊来讲出中后。那么一切世界论啊，它是说出闻法时心生欢喜啊，就有信心、念、定、位这些啊。那么然后闻法之后依法修行，闻法之后依法修行之时啊，出闻法时心生欢喜，然后依法修行时无有艰苦啊，就是相应。那之后修行之后离欲清净，究竟无垢，就解脱，有这些殊胜功德是初中后。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比如说这个语言，佛说的法啊，当然你说佛说的法啊，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那也可以说是初中后。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说法的层次，第一个是语言啊，比如说跟你讲啊，这比丘啊，这个诸法实相啊，非佛所作，亦非于人作啊。那么这些啊，那么是一种语言，跟你讲五蕴无我，五蕴无常，苦空无我，是一种语言。那这种语言它不是像世间虚妄分别的，而是它在说明一种事实啊。这种语言它是要导致你进入真实啊，从先面的现象看到实相。好，那么语言里面一定有它的义理，包含它的义理，这个是第二层次的啊。比如说五蕴无我，假设啊，我们这样讲。无蕴无我是一种语言，佛跟你讲，诸比丘，啊，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好，那无蕴无我，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这是佛说的语言。可是这种语言它含有它的义理，啊，所以清净上师天闻正法，如理思维啊，要思维它的义理，要正确明白它的义理。闻这个是闻，闻闻底下一定有义，就好像我们在说话，那么。背后一定含有它的道理，那你要真正明白，如实知它的道理。好，那所以语言是第一个层次，啊，当然文字、语言都是啊，但以前都是以语言为主，语言是第一个层次。那么语言内里面所包含的义理是第二个层次，啊，所以一般来讲啊，比如说是依啊，依法不依人。啊，因为人说这个法，然后依法不依人，啊，这个法里面啊有所谓的了义不了义，那法里面有所谓的义跟义，依义不依语，啊，这个是语，啊，比如说依义不依语，依义不依语，这个语，这个人说这个话啊，依法不依人，假设了啊，我们说这样，他也是在讲这种道理，依法不依人。人，你亲近这个善知识，最重要是要听他说法。最重要，跟这个人如果能够引导你得到利益，得到利益有三个：一个是现世的利益，现法乐住，啊，幸福快乐，现世的利益；一个是来世的利益；一个是就近的利益，得解脱。啊，那么他如果能够引导你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么。真实利益就是可以得解脱啊。那么假设可以，那么它就是善知识。所以重点，你亲近这个善知识，是为了能够得解脱。可是得解脱要从哪里来？从智慧来。智慧从哪里来？从闻思修来。他就讲这个次第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你亲近这个善知识，亲近这个善知识，并不是说这个善知识啊可以跟你加持啊，可以教你业障。啊，并不是，而是，或是说这个善知识对你很好，对你特别慈悲，特别照顾你，不是，都不是这样。这个善知识啊，梵拜特别好听，长得特别庄严，都不是这样，而是这个善知识能够引导你向解脱，向善，向上，向解脱。那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那么你何由得？
你为什么可以向善向上向解脱？因为你有智慧，就这样。所以《阿含经》讲，一切苦皆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这《阿含经》佛陀明白说，一切的苦都从愚痴生，因为你不明白道理，不明白真相，所以你才会受苦。啊，有一切的苦都从贪爱跟无明来嘛，就两个嘛，无明跟贪爱嘛。无明就是不明白嘛，不明白真相，不明白道理，不明白。不明白善跟恶，反正就不明白，不知道。所以你必须透过学习，你才知道；透过闻思修，你才有智慧。所以修行的次第，其实就是闻思修正的次第啦。啊，那从有漏慧闻思修到无漏慧正所成慧。啊，那么你亲近这个善知识，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智慧。有智慧，你才不受苦；没有智慧，你就受苦。你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跟有智慧的人学习而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学习的人没有掌握到这个道理，啊，都是啊那个看庄严的，啊，看声音好听的，啊，看有福报的，啊，不是，要亲近有智慧的。好，那么主要，那么智慧他跟你说的法，他一定是跟你说法。所谓的这个人最重要是说法，所以叫做依法不依人嘛。最重要的这个善知识是能为你说法，那么好，那他跟你说法就是这个语。最重要的你要明白他说法中的道理，他说的道理不外乎就两个，真相是什么，实相是什么，你怎么证到实相，为什么会有痛苦，怎么样可以不太受痛苦，就讲这个啊。佛法就主要是这个，佛主要是讲这两件事而已啊。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实相是什么？好像现在龙叔在跟你讲实相是什么，那怎么证到实相，啊，就讲这些啊。那你的智慧就从这里来啊。当你不被现象迷惑的时候，你就不受苦。当你因为你被现象迷惑，你一定会执着现象，执着现象一定会产生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一直追求，得到的时候你害怕它失去，一旦失去了你就陷入痛苦，它一定会产生这种过程。那你就不断，因为它一定是会生灭，你有可能不会得到，永远得不到，但是就算你得到了，你一定会失去。你不一定得到，但你一定会失去。从无常的道理来讲，它是这样子的，从缘起法的道理来讲，世间的一切你不一定得到，但是你得到的你一定会失去，所以它一定会造成你内心的苦。苦不是来自于无常，来自于无常执着常。苦不是来自于无常，而是来自于无常，你却执着它常。所以，当你不执着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这身体也是无常的，他的身团也不断在变化，他的世间也是无常的。他的国土被灭了，啊，他的这些亲戚甚至这些眷属也是生老病死，他自己也生老病死，他也无常，他不苦，为什么？他不执着，不贪爱，他看清楚了，他有智慧，就这样而已啊。即使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证阿罗汉了，假设那么我们的世间依然是这样，我们的身体依然无常，世间依然无常。你所看到的一切依然是无常，但是你不苦，为什么？重点不是无常，重点是不执着，不执取。所以爱取就有嘛，有就有苦嘛，有就有生死，有生死就有苦，都是从爱跟取来。执取贪爱，执取贪爱，执取从哪里来？从无明来，从不明白来，从没有智慧来。那么这个我们要清楚哦，你清楚了，你很知道你修行的方向在哪里啊。而不是天天啊，这个念佛、持咒、拜忏，然后希望诸佛菩萨放光加持，让我们离苦。没有，不是这样子的。痛苦来自于你不明白，没有智慧啊。那么没有智慧，就不断的去执取、贪爱。好，那所以你看，这个人最重要的是说法。所以《阿含经》里面就讲，什么叫法师？要说无应无我的，就是能够带领你解脱的，啊，那什么叫说法？说缘起法，说无我的法，无常无我的法。
那么这个才是法。好，那么这个法里面，这个法就是怎么叫做法语嘛？啊，这个语法是一种语言，就是它说出来文字声音，它是一种语言表示的，来说明一些内容的。它重点在它的义理，重点语言重点在它的义理。你听了这个话，可是你却不如理思维，误会了佛说的话。像我们昨天，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阎摩家误会了佛说涅槃的意思，认为涅槃就是断灭，死后就完全不存在。阿离乍比丘误会了佛说的话，认为佛说在家人有夫妻、有家庭、有五欲也可以证出果，他就认为淫欲不障道法，五欲不障道，不是误会了，他不如理思维，所以他从这个语里面没有得到真正那个义，没有。所以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就是义理。那义理就是这里讲的，它又有两个层次，叫做了义跟不了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它有了义跟不了义的部分。三悉檀是不了义的，方便说的。第一悉檀是了义的。那第一悉檀是什么？后来就是什么啊？这个义理里面又有这个所谓的语言，最重要的是义理。义理里有了义不了义的。那么了义的部分是什么？了义的部分是什么？一事，一字不一事。这是一分无分别字，而不是有分别的妄事。一事，事是分别的，虚妄分别的。啊，所以不一事。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从小到大透过我们的感官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自然而然认为，比如说我们看到地都是平的，那么一直就认为这个一直延伸到哪里，一定有一个尽头，所以叫做地方。啊，那么认为天圆地方，认为世界有尽头。以前的中国人认为啊，有几根柱子撑在地的边缘，那东南边陷了一角，叫做地陷东南。啊，反正很多种说法了。啊，那么你会发现到这个字。智就是无分别的，就是内证的；事就是情事分别的、意事分别的，这个是虚妄的、迷茫的。那么你不能够依这个语言，或是依你这个概念，或是你这个妄事的虚妄分别来认识实相，没办法。你看他释义法就是讲这个啊。好，那么所以第一个层次是语言，第二个层次是义理，第三个就是从义理。从义理里面所了知的实相，啊，真相，啊，或是由义理而得到的什么功德，啊，五分法身，我们叫做法身，就是见到那个法，由语言了解它的义理，由义理去认知它的实相，见法，啊，见这个真法，见这个实法实相，那么这个也是三个层次啊，啊，初中后就是。佛说这个法，第一步先让你理解闻，这个是闻嘛？这个是思跟修，这个是闻，这个是思跟修，这个就是证。它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诸法实相无初中无后啊，那么也不是，因为这里是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初中后。但是它不是啊，不是语言文字可以描述的，就是离开这些现在我们说明的，我们现在说明的也都是语言文字，啊，我们现在说明的都是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字概念背后所成就的才是，那个是不可说的，啊，叫做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议。好，那么现在讲出来了，它就不是。但是它可以说明啊，可以说明，所以叫做不异世俗谛啊，能说的都是世俗谛啊。好，那么第二个不净不坏啊，就是说是说了不能净啊，但是你也不能破坏，破坏就是你不能够啊，你不能够去
苛责他，或是你不能去举出他的过失，因为他就没有啊。你就好像，那么经典里面说一个啊，《阿含经》里面讲，虚空你可以画吗？你可以在虚空上作画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无所依啊。你能够破坏虚空吗？你说我把虚空分成两边，可以吗？啊，不行，也不行。你既不能在虚空上染色，也不能把虚空劈开，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叫什么？那么你说虚空有尽头吗？啊，也没有。你怎么样描述虚空啊？你不能描述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不可尽，不可坏啊，不能尽，不能坏。这个叫做第一西坛啊。好，那现在他举了一个大圣里面的记啊，摩诃延记，摩诃延译啊的记，他说语言尽尽，心行意气啊，跟前面讲的一样啊，言语道断了，心行处灭了，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好，那么现在这个稍微说一下，已经稍微说到涅槃到底就是实相到底是什么？实相、涅槃、真如、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语义，都是同样的东西啊。那么所以这个法如涅槃，涅槃是比较重在极灭，那么不生不灭就是极灭。那么现象是生灭的，现象是生灭的，所以叫做有为法跟无为法。好，啊，这个讲过了，我们擦掉。通常法分成两个，一个叫做有为法，一个叫做无为法。有为法就是有三相，叫做生灭相，一切法。啊，《阿含经》里面基本上是这样，有为法、无为法。啊，为就是造作的，有人做的，啊，有所造作的，因缘和合的，叫做有为。那么有为里面一定有所谓的生灭相，这简单讲有生灭相。而且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么无为法不生不灭，生你才可见嘛，你可见它生，见它灭，见它出现，见它消失，啊，基本上这个叫生灭。那么无为法不生不灭，啊，那不生，啊，不灭。那么不灭是因为不生，那么有生必然有灭，生必然是灭，啊，但不生。不灭不存在，不生之所以不灭，有生必然有灭啊。它有生相有灭相，但是它只是不生相，那不生相就不灭相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这里讲到不生不灭就是什么？就是涅槃，就是涅槃即灭嘛。所以《阿含经》里面有一个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就是有为法，行是牵流变化的意思啊，牵流变化。好，那么造作或者无作啊，牵流变化的意思，它后面也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牵流变化的意思，它就是生灭的意思，不断生灭，不断生灭，啊，所以苦苦坏苦行苦，啊，行苦也是这样，因为牵流，因为无常，那么它终究啊，无色界的人，即使八万大劫不动，但是因为诸行无常，它还是会掉下来，还是会受苦，啊，那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就是生灭法。好，那么生灭灭，你看啊，他就在讲这个哦，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就讲有为法，生灭灭就是不生不灭啊。啊，一般我们《阿含经》里面的非常有名的记。生灭灭矣，没有生灭了啊！体验到不生不灭嘛，灭矣啊！极灭现前，极灭什么？涅槃现前，就证得涅槃啊！你看《阿含经》其实讲的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极灭现，就讲这个啊啊！那好，那我们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这几个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好，那么涅槃实相真如啊，那么空
啊，基本上都是在说这个，说诸行处名世界法。好，那讲到啊这个有为法部分啊，那么诸行啊，其实就是一切千有变化的事物现象啊。那么行是千有变化，那么一切的事物诸法，诸是诸法。一切千流变化的诸法啊，诸行就是一切千流变化的法是什么？法诸法是一切法，诸法是什么？一切的事物现象，世间所存在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千流变化的，都是无常的啊，这什么叫做无常？都是无常的。一切的事物，一切的现象，世间上所存有的任何一切，你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啊、闻得到的、摸得到的、想得到的，那么一切都是不断在千流变化。那么这一切事物现象啊，所以我们一般把一切法，这个叫做一切法嘛。一切法基本上就是六根对六尘，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能够认识到的，啊。在眼耳鼻舌身意，到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就是一切法，啊，你想得到的，你看得到的，你听得到的，你闻得到的，啊，你接触得到的，你尝得到的，那么这一切的现象，一切的境界，啊，那么基本上这里讲到啊，诸法，啊，他说说诸行处名世界法。这个是有因有缘，世间即世界就是世间的啊，那么都是这一切存在的叫做有为法。那么说这个啊，比如说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说这个啊，那么有三界六道的众生、啊、这些都是啊啊，国土世间啊，有东方有西方有南方有北方有上方有下方啊，有什么世界有什么世界，这个是国土世间。那么说这个世间里面啊，有三恶道、无三恶道、有三界六道啊。那么色界天、欲界天、无色界天，那么欲界天里面又有六天啊，有刀立天、有四王天啊，就种种种种。那天人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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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些都是世间存在的一切现象。那也许你见不到，但是有其他有天眼的人见得到，有天眼的人见得到，有存在这种现象啊。那我们见到的、知道的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所认知的，或是你透过禅定神通，你也可以看得到啊，或是这一切可见的啊，存在的，那么这一切都是世间。好，那无蕴世间啊，就这三种嘛，世界就世间嘛，啊，那三界六道的有情告诉你有什么有什么啊，有哪几类的众生，那过怎么样的生活啊，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他们的国土是怎么样啊，黄金铺地啊，或是有刀山油锅啊，就种种这一些。那么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啊，所谓的世界法，说诸行处，这一切的现象都是无常的，都是千流变化的，都是不断在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呢，他会跟你讲啊，一样佛陀又讲啊，啊，那么有什么世界，有什么众生啊，有什么佛啊，然后他们都是天人怎么样过日子，人间怎么过日子，畜生怎么过日子，啊、然后地狱怎么过日子啊，那寿命是多长啊？讲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谓的说诸行处是世界法。好，那么这个都是有为法，有为法。那说不行处啊，就是不行，就是不是千流变化的，不是你能见能听能闻的啊，不是有为法了啊，就是有为法，这个是世界法；无为法，这个是第一涅槃，这第一啊，讲这样。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记啊，但是它说明的道理啊，就是你必须了解这个佛法的一个比较概要的东西啊，那么你就能够知道哦他在说什么啊。好，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啊。那前面讲无为法啊，不生不灭啊，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那不是生灭法，不是有为法。那么世间佛所说的啊，这些有什么有什么是无为法啊，有生有灭的啊，一切现象啊。那这个不行处啊，就是不是生灭的啊，
那行就是千有变化，就是有生灭啊，那不生不灭的，这个是第一义。好，那底下就有一个记啊，叫做一切实，一切非实啊，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是名诸法事实相。好，那么这里在说明一个诸法实相，开始在说明，但是这个也只是说明而已。好，那我们看这个诸法实相啊，把这个讲完。这个记里面一切实非实啊，它通常啊，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是四悉檀里面啊，在这里的记，世界四悉檀里面有世界悉檀啊，为人悉檀，或者叫做身善悉檀，为人身善悉檀啊，那我们就讲为人悉檀就好了。那么对治悉檀啊，然后第一悉檀，这三悉檀是世俗地，这第一悉檀是第一啊，这个是世俗地。啊，这个是可说的，这个是世俗地，不可说的是第一啊。那么它有分啊，可说的这个都是可说，可说可坏，四悉檀可说可坏啊。那么第一悉檀有分两种，可说跟不可说，不可说就没办法说，可是你没办法说，人家怎么知道？所以还是要稍微说明。所以这里就是还是在稍微说明第一悉檀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一切实，因为龙树讲。什么是第一？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切亦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非实是第一。那这个是可说的部分，不可说就不可说了，还能怎么？还能要怎么说？啊、所以啊，他就讲这个，就是说你没有一定是什么，但是他因为你执着什么，我就破你什么；你取什么，我就去你什么。啊，那么这个就是为了让你入第一义。我说这个是让你入第一义，所以这个是可说的第一义悉檀，啊，那不可说的，你由这里进入这里，啊，有可说的言语进入不可说的实相，啊，所以依世俗地得第一，但是这里也是依第一可说的进入不可说的，那依这个进入这个，依这个得这个。依世俗地得第一，依第一可说的进入第一不可说的。那前面讲第一不可说啊，那你不可说，那你还要说什么？可是不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第一啊？所以由这个进入这个，啊，好，那这个是这个记里面啊。那么所谓的实就是真实啊，实相如是等，处处经中说第一悉檀，是义甚深。那么当然，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复甚深，涅槃就是第一义啊。那么缘起是在告诉你怎么进入涅槃的，啊。那么所以这里讲四义甚深，难见难解。佛欲说四义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好，现在拉回到，我们说为什么龙树要在讲大智度论，就是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龙树为什么在解释《般若经》之前要先讲四悉檀？因为他告诉你《般若经》很重要，《般若经》在说第一义悉檀，佛就是为了让众生证得实相，证得涅槃，所以说《般若经》啊，其实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般若经》初期的《般若经》，像《摩诃般若经》，针对有部说一切有部，有部讲一切法有，那么他讲一切法有，分析了种种的法。这个都是语言概念的东西，啊，就是说，主要在文字语言上。那《般若经》主要在去掉你的执取上，所以《般若经》，你看它为什么要在前面讲四悉檀？那么重点就是要呈现出《般若经》的殊胜跟《般若经》的重要。其实是这样，上下课了吗？好，我们先下课。
去来看这个底下讲啊，引一个论啊，引这个摩诃居士罗的故事啊，就长爪梵志，他说欲令长爪梵志等大论意思啊，这个是讲般若经啊，那第十七个啊，第十七个这个讲的啊，这个理由了啊，那前面说的这个是第十六个理由啊，欲说第一义悉檀啊，要讲第一义悉檀啊，那么这里是第十七个啊，就是佛为什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啊，那么引大论啊，大论师信入佛法。好，他说长爪梵志等大论意思，于佛法中深信故，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他底下引的这一些，引的这一些啊，长爪啊，就是摩诃居士罗啊，然后仙女啊，原来是外道出家的，他都在《阿含经》里面，他常常问佛啊，有边无边啊，这些是事无际的事。那佛跟他讲啊，这么总结所有世间的人啊，就是常见断见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婆伽，那么婆伽是一个种族的名字，它是一个种族名啊。那一般《阿含经》都叫做婆伽种出家啊，婆伽种出家，你常常可以看见婆伽种出家。那外那么仙女他都会讲外道仙女啊，或外道出家啊，仙女外道啊。那么这个瞿多罗比较少见，那可能是所谓的郁多罗啊，因为我写一个问号，就是不晓得是不是，那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所举的这些都是原来是外道，后来啊都成为佛弟子啊，那像或是说啊，或是说跟佛辩论过啊，那都是这一些原来外道，然后跟佛辩论，那有些就变成佛弟子，那有些证了阿罗汉啊，那所以这个郁多罗啊，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啊，基本上是都是写郁多罗了，那跟佛这个辩论啊，是跟佛问，那么郁多罗本来是婆罗舍那的弟子，也是一个外道啊，是一个婆罗门。也是一个外道了啊。那另外所谓的萨遮迦，萨遮迦就是《阿含经》很有名的萨遮尼犍子，那甚至有他专门的经典啊。他非常好辩论，甚至认为啊，这个悉达多啊，就瞿昙悉达多佛陀啊，说是很厉害，他没有遇到我啊，就叫他啊，这个全身流汗啊，我会讲到他这个全身颤抖流汗啊，冒冷汗啊，那么他很会辩论，但是可是遇见佛就被佛降服了啊，就怎么讲都讲不过佛啊。这个萨遮迦，那基本上就是萨遮尼犍子啊，就是萨遮尼犍子，他是住在毗舍离的，他甚至要去跟佛辩论之前，把所有的年轻的人都叫去观摩参观，看他怎么样修理佛，这个很有名的，在《阿含经》里面很有名的啊。那这个萨遮迦啊，应该就是所谓的萨遮尼犍子啊。那萨遮是离系的意思，啊，就是尼犍呐，啊，尼犍子，尼犍啊。好，那另外有一个摩犍提，啊，摩犍提，我们看这个讲义里面啊，三十一页，啊，我们看三十一页里面，他写的是另外一个犍啊，但这是应该是字都是一样啊，那这个是音译。我们看讲义三十一页啊，在这个倒数一二三四五六。啊，你看，如说阿他婆奇经，啊，这本经里面摩犍提难佛记，就是跟佛辩论了啊。那么对佛提出质疑啊，那然后这个也是啊，就是都是当时的大论师，然后对佛所说的话提出质疑，那跟佛辩论啊，这些都是当时的论师了，都算很有名，像长爪梵志也是很有名。啊，那所以等阎浮提大论一师啊，那么这些都是，那我们可以看底下的注解啊，那底下的注解有一些甚至你说他把它
有一些他是像你说那个大智论的权威啊，兰莫德啊，把这个仙尼婆伽曲多罗当着同一个人啊，那其实是这个很明显的错误了啊。啊，当然他会这么说，我们没有看到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他其实他是不同的人，这个在《阿含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现在是看，主要是看这个注解啊，下面的注解啊，这个《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啊，他也类似像提出这样的。那但是他举不同的人啊，他说人降服外道大论意思，这个是前面说的是他本来是外道啊。那外道的大论意思，然后来跟佛辩论。那么这里说的是变成佛弟子了，而且可以降服外道了，啊，所以他这里讲的，你看，比如说优罗频罗伽说，啊，这里写的优罗频理其实就是优罗频罗了，因为他翻译不一样啊，就是优罗频罗伽说三迦舍里面的三迦舍是优罗频罗伽说迦耶迦舍跟那提迦舍，优罗频罗不是他的名字，是他住的地方，是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叫做木瓜林村落。啊，所以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啊，就好像我们讲帕奥比丘，其实帕奥不是他的名字，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那么优罗频罗迦舍、摩诃迦舍啊、舍利佛目犍连啊，摩诃迦舍本来也是本来就出家了，然后遇见佛才随佛的。那么舍利佛目犍连是善若愚的弟子，本来也是外道啊，那么后来都是降服外道，像这个萨遮尼犍子也是。啊，本来是离系外道，啊，后来啊，就也是啊，这个为佛调伏，然后正果，啊，那么这个婆伽所罗我们就不知道，然后长爪就是长爪梵志，啊，那么这两个一般来讲就是说，就这里举的是降伏外道的大论意思，那这里就是卷二十一说的是佛弟子降伏外道的大论意思，那么这里说的是原来是外道跟佛辩论的。啊，那么有一些后来也都成为佛弟子，啊，而且也能够降服外道，啊，好，那么这是这里说的等阎浮提大论意思被阎，好，那么他说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啊，一切执可转，无有实法可信可空尽者，啊，那么这个是这一些外道原来说的了。所以真正啊，真正的诸法实相啊，那其实是不可说不可坏的啊。那这里并不是在说诸法实相，而是在说这一些外道的论点啊，原来外道的论点。好，那么如他开始举其中一个人长爪啊，就长爪梵志，这么多人里面，那么他所说的他怎么跟佛辩论啊，那么受到佛的影响怎么成为佛弟子。那么这里讲如舍利佛本末经，啊，就是讲舍利佛因缘的啦，啊，那中说啊，那么这个是在杂阿含啊九六七经里面有说到，也有说到这个故事啦，啊，但是这些故事有些说的不太一样，啊，就是佛法的流传当中有一些人流传中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讲的不太一样，那么也有说这个摩诃迦罗是舍利佛的舅舅。也有说不是，啊，那反正就是也有很多种说法，但一般来讲就是，啊，这个摩诃迦罗是舍利佛的舅舅。那么在讲到这个因缘的时候，是说这个摩诃迦罗本来就很会辩论，啊，那么他常常跟他的姐姐叫舍利，啊，所以舍利子就是舍利的儿子，用他的母亲的姓来做名字，啊，那跟姐姐舍利辩论。那么本来他姐姐都辩不过他姐姐辩论都辩不过他，后来他辩不过他姐姐，他就在想，我的姐姐智慧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一定不是他的原因，而是他，因为他怀孕之后，自从他怀了舍利佛之后，他就辩不过他姐姐，所以这个舍利佛的智慧影响到他姐姐，啊，所以就变成这个。他就觉得心里面就在想，这个不是姐，我现在所以辩论不过姐姐，那么一定不是我姐姐本身有这种智慧，而是她所怀孕的那个小孩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啊，那么她有力量影响她的妈妈，所以让她的妈妈能言善道，会辩论，啊，然后她就在想，
啊，所以妓言母口嘛，就借由妈妈的，其实他不是在跟他姐姐辩论，他是在跟他的外甥辩论。他的外甥还不能讲话嘛，但是他已经有力量影响他的妈妈，让妈妈跟他辩论。所以他说，这一定不是我姐姐的力量，这一定是我姐姐那个小孩，就是小外甥的力量。那这个小孩子这么厉害，还没生出来就这么厉害，就变得过我了。等他长大了，那因为他们都喜欢求第一嘛，就好像以前练武的人都要去求第一，找那个比较厉害的比武。那么这些会辩论的人也都是找会辩论的人辩论啊，他就是要辩过天下人了。所以他都在想啊，那么等他长大的时候，那现在这么小就我就辩不过他了，等他长大那还得了？那我学了这么多年啊，连一个小孩子都辩不过啊，那还有面子吗？啊，所以他心里面想，就觉得啊，生骄慢心，就是我怎么可能辩论不过他啊？我这么厉害，我怎么可能辩论不过他？所以为广论义故，出家做贩子。所以为了能够更会辩论啊，能够更有力量来辩论，能够辩赢一切人，那么所以他开始专心去修行啊，出家做贩子啊，那么入南天竺国南印度啊，始读经书就开始读啊，读非常多。诸人问曰啊，那么很多人都问他啊，那么奴自何求学习何经啊？就是说，那么因为他到南印度读书嘛，南天竺国就是南印度了。那这个大家问他，那你要学什么啊？他说十八种大经啊，十八种是当时印度比较有名的啊，十八种经书啊，就好像我们的四书五经一样啊，比较有名的、比较重要的啊，十八种大经。十八种大经是哪十八种呢？我们看一下注解啊，这里有注解啊，就是印度外道主要是婆罗门的了啊。那么有十八种大经，十八种大论啊，十八种名处啊。那么四吠陀、六论及八论啊，主要是四吠陀。那从四吠陀引申而来的啊，有很多的论啊，有很多的论。那么六师外道还包括六师外道的这些论啊，数论、胜论这些种种的啦啊，那么都在里面啊，就是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啊。那我们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些我们都不熟了啊。好，那所以一切只要是世间啊所知道的，那么我都要读啊。诸人语言尽如寿面，犹不能一知一，就是那从你人的寿命是有限的，那么就算你穷尽你的寿命几十年，那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至少啊，那姐姐都生舍利佛出来了，他至少也是啊，三十岁了吧？啊，我给你二十五岁好了啦，啊，那么就二十几岁了，再拖到他八十岁啊，就六十年，寿命有限，你要把这一些所有啊的这些大经都读懂，啊，不是读过就好，要读懂，研究到懂，那么哪里有办法？这个就是庄子讲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啊，以有涯足无涯殆矣，那你会累死。就是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可是知识是无限的，学不完的。那你有限的知识要去学习无限的知识，那你不可能，你会累死，你也学不到，累死也学不了，就到学到死都学不完，啊，就好像我们所知道的书那么多，那哪有可能全部读完啊？那只是重要概要的啊，我们读啊，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嘛，以有涯足无涯殆矣啊。这庄子讲的话，嗯，牙就是有边际啊，有限的啦，啊，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啊，然后知识是无限的，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很久没有读这些东西了啊。生也有牙，知也无牙，以有牙足无牙，以有限的生命，啊，要去了解无限的知识，大意啊，就是很累了啊，就是做不到了啊，应该是这样啊，不
不知道我会去自己查一下啊，我是凭记忆的啊，已经很久了啊，没有读这些老庄道家的东西了。好，那么这里他就讲到啊，那么这个经书这么多，你要把它读，不是读过就好，要读懂，要认识，要了解啊，那么你才能跟人家辩论啊。你不是读过，你记不起来，然后讲不出来。你要记得起来，讲得出来，而且能够分析的头头是道，这样才能辩论啊！啊，那么你一本，你要达到这种境界都很难啊，何况这么多，你全部都要读懂、讲得出来、分析得出来、归纳得出来啊，然后能够很详细的都知道啊，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啦啊。就像这个大智度论，我们要把它读到完全熟悉、完全懂，那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啊，何况它有18种啊。像我们现在如果读3本就好了，《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瑜伽师地论》这3部大论就好了。3部大论有400卷，你要把它读懂，而且叫你讲，你马上可以把概要、精要详细的讲出来，一本你就不容易了，何况3本。单单那个瑜伽师地论哦，一辈子研究它都研究不清楚啊！啊，大毗婆沙论一辈子研究它都不是很清楚啊，何况你有18种啊，所以就不容易了。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尽如受命，犹不能知一，何况能尽？常爪自念，习作骄慢啊。那么为解所胜，今见诸人，今此诸人复见轻入。他就想，那么之前跟我姐姐辩论辩输了啊，我就有一点受挫了啦啊。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哪有可能啊？那么我也不可能辩输我这个小外甥啊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又看不起我，复见轻入，觉得啊，你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读了这么多懂书这么多书呢？好，就因为你们这么讲，自作誓言好。你说我做不到，我就偏偏做给你看。啊，这个有点像儒家说的啊，那告诉我们，我们学习要抱着什么心态呢？人人一知几百知，人人十知几千知。那么有福学，学之福人福错也；有福问，问之福民福错也。就是我要不学，我要学了，学不明白，我绝不终止。绝不中途放弃，那么他就要这种心态。那别人学一次会的，好，那我比较笨，好了吧？我学100次，我就不信你学不会。要有这种气魄，有这种担当，有这种意愿、意志，啊，那这个那个长爪也是这样。好，你说我一种一辈子学一种就学不会了，还要学18种，你看不起我是吗？好。我就学给你看，从今天开始之后，我不剪爪，不剪指甲，其实就是不剪指甲，不剪头发啦啊，然后类似像这些其余的事，这些世间的这些事，甚至不洗澡啊，不洗澡不知道能不能，我不洗澡，所以说这些事我都省起来，剪指甲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啦，他是有剪指甲这些小事，包括这些小事他都不做，他专心研究。他专心研究其他这些小事，我不浪费时间在做这些小事上，剪指甲啊，剪头发啦，啊，剃胡须啦，啊，这个洗身体啦，啊，他当然没有讲这个，但是意思是这样的，啊，所以啊，那么专心读书，我就不信我学不会，我不剪爪要读18种经书，而且把它读到完，读到通，啊，人见爪长，后来因为他。其实是形容他非常用功了。后来因为他真的就是不剪嘛，不洗不剪，然后就爪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就叫他长爪范智，啊，那么范智是婆罗门出家的啦，啊，那么舍利佛他们也是婆罗门种的。世人以种种经书智慧力，种种机次，啊，机次就是跟人家辩论对应的啦，啊，来说来为难人家的啦，啊，那么是法。是非法，是因是不因，是实是不实，是有是无，破他论义，啊，就是来让问别人的了啊，要告诉他啊，这个就是是法是非法啊，你这个是，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应该，你这个不应该，应学不应学，应知不应知啊，你这个是事实是不是事实，
是有是无啊，就这样啊，然后以这个来破他，不管你讲什么，他都可以破斥你，都可以对峙你，啊，都可以讲到你无话可说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譬如大力狂笑，唐突触他，唐突就是冒犯啊、抵触啊、触他，啊，无能治者啊，就一个大象那么力量那么大，他发狂起来，没有人能够控制他了，啊，力量很大，大象力量很大，发狂起来，没有人控制着他。啊，那发狂起来就到处冲撞了，啊，到处冲撞，啊，那到处冲撞就是这里的唐突触他，啊，那么没有能够制服的，啊，就那形容这个长爪放置了，他非常有力量，毒有那么多，啊，而且一心一意要当天下第一，啊，如是长爪放置以论义力，吹拂诸论师矣，啊，他跟所有的人辩论，那么辩论完了就回到。啊，已经练功练好了，而且他已经试验过了，跟所有当时有名的人，他都去跟他辩论，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他，就像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住发狂的大象一样，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抵挡发狂的大象，啊，那么他的这个，他因为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完成这件事嘛，要当天下第一嘛，所以等他踢馆，这个叫做踢馆嘛。啊，那人家学武的踢馆，啊，谁有名他就去找谁踢馆，啊，拆谁的招牌，啊，那么等他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他就回来，因为他之所以要学习这个，啊，之所以就是因为他要当天下第一，可是前面有一个人挡在他前面，谁啊？舍利弗，他的小外甥，啊，他为什么知道？刚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在她姐姐的肚子里面，她就辩不过她，所以她回来就是要当天下第一。好，所以她就回到摩羯陀国啊，他们都是摩羯陀国的这个原来住在摩羯陀国的了啊。那么王舍城那罗聚落啊，就是他们的家了啊，他们以前家在那里啊，然后这个她姐姐住在那里了啊。自本身处啊，就他原来他们的家啊，然后去问啊，那么我姐姐生的这个小孩现在在哪里？那其实舍利弗他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有七个兄弟姐妹，那舍利弗可能是老大，可能是老大，那最小的好像是均提沙弥啊，那中间他有四男三女，七个都证阿罗汉啊，所以他这个姐姐了不起啊，一家有七个阿罗汉啊。后来他也被舍利弗度，啊，好像也证阿罗汉，啊，还是证果啊，就是他们家都是证果的圣者，啊，那么他就去问我姐生的子，其实就是问舍利弗了，因为他离开的时候，啊，那么他姐姐是生，就是怀着舍利弗的，那之后又生了好几个了，啊，之后生了好几个，然后重点是问那个舍利弗在哪里，啊，那么有人就跟他讲。啊，那个舍利弗，啊，卢杰子其实就是舍利弗，其实不只是舍利弗一个儿子了，还有其他三个，四生八岁读一切经书尽，至年时候啊，就是说舍利弗八岁的时候，八岁就把一切的经书都读尽了。其实早期的人哦，印度也这样，中国也这样哦，中国也这样。那么像比如说慧远比丘，慧远庐山慧远，他大概好像也是几岁，七八岁。或是就读进中国的一些经书，四书五经都通了，都已经通四书五经了，啊，十几岁就开始可以为人讲了，很厉害了啊！以前的人很小就开始学了，四岁五岁就开始启蒙教育了，啊，那很多很厉害的到七八岁或十岁就已经读很多了，啊，那这个也是八岁就读进一切经书，到十六岁的时候论义胜一切人，所以前面讲舍利弗是大论义师嘛。有四种道人姓瞿昙，与作弟子。他原来是去，其实他原来就去善若愚那边出家的，做善若愚的弟子。善若愚是六师外道里面怀疑论的，啊，那后来是遇见马胜比丘，才转到这个佛陀那边去的，啊，那所以他这里直接讲啊，这个到佛陀那边的，因为这个他摩拘赤罗回来找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善若愚那里了，已经在佛陀那里了，所以直接讲啊，与佛做弟子啊。那么长爪闻之，极其骄慢心，骄慢生不信心，他就不信，因为他一直以为他前面只有一个障碍，障碍他得天下第一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小外甥舍利佛。想不到舍利佛还去做人家的弟子，哪有可能？那他变成他的前面原来只有一个障碍，叫做舍利佛，他的外甥。原来舍利佛还降服于佛陀底下，那这个障碍就更大了。他就不相信，哪有可能啊？所以不生不信心而做事言，如我姐子聪明如是。像这个小孩子啊，因为他还不知道他姐姐儿子叫什么名字嘛，啊，因为怀有这个儿子的时候还没起，要生下来才要取名字嘛。可是还没生下来，他就出去外面学啦。所以啊，他就讲：如我姐子聪明如是，彼以何数狂六剃头做弟子？啊，那么他一定有邪术。你看《阿含经》里面都是这样，他大家都认为啊，佛陀有幻术、邪术了。《阿含经》里面都认为佛陀没那么厉害，佛陀没那么厉害。佛陀之所以只要是有人去跟佛陀辩论，很多都变成佛弟子，啊，要去跟佛陀挑战的都变成佛弟子，所以有一些外道就禁止他的弟子去跟佛陀踢馆，去跟佛陀辩论，因为就现实来看，就经验来看，你谁去跟佛陀辩论都变成佛弟子，所以有一些外道也不信佛陀真的这么聪明，讲的都是真理。他认为佛陀之所以能够把去跟他辩论的人都调伏、都摄受，收来做佛弟子，多数了啊。那么，并不是佛陀讲的是真理啊，佛陀真的有力量，而是靠幻术。他一定有一套什么幻术咒语，那么念了之后，让人不知不觉的，就好像吃了安眠药、迷魂药一样，不知不觉就跟他走，不知不觉就信他了啊。那么你在《阿含经》里面就认为佛陀一定。很多外道都认为佛陀有幻术，禁止他的弟子去跟佛陀挑战，去跟，因为他会为他师父出口气嘛，或是要去挑战佛陀的这种权威嘛。好，所以这个摩诃居士罗也是这么想啊，这个佛陀这个能够摄受舍利佛，一定是他有幻术，并不是他真的这么聪明啊，真的这么能辩论啊，所以啊，这个他才会讲，比喻他到底是用什么幻术、邪术、法术，那么又狂剃头做弟子。那当然啊，这个并不是他出家，并不是在佛陀那边出家的，不是，他是在善若愚那里出家的。那么只是后来转到佛陀那里啊，所以他一开始并不是在佛陀那边做弟子的啊。那这个剃头做弟子，其实是就我们的认知来看的啊。好，所以讲完之后，就直接去到那佛在哪里？那么他就不找舍利佛辩论了。他本来是要找舍利佛辩论的，现在知道舍利佛给佛陀做弟子，他不找舍利佛辩论了，直接找佛陀辩论啊，就变成这样了。好，直向佛所，尔时舍利佛出受戒半月。这个时候，舍利佛刚从善若愚那边去到这个佛陀那里而已，半个月。所以一般说，目犍连是七天证阿罗汉，舍利佛是十五天证阿罗汉。啊，那他证阿罗汉就是在摩诃居士来找他的时候，他跟佛陀辩论，舍利佛在后面。舍利佛当时是做侍者，佛陀有过很多侍者。那么在装饰者都在外面，站在后面山峰啊，给佛陀弄椅子啊，弄坐垫啊，弄什么啊，然后有人来的时候啊，然后在后面山峰。然后舍利佛证阿罗汉，就是在他跟摩诃居士罗说法的时候，摩诃居士罗还没证，舍利佛听了就证阿罗汉。那目犍连为什么比较快呢？目犍连比较快是因为他听了佛说法之后，他不用做侍者嘛，不用张罗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安排佛说法怎么样，见客怎么样，这些不用安排这些。他听了法之后，专心在塑像，
禅修思维佛法七天证阿罗汉。那舍利佛没有时间去专注专精思维，独一境处专精思维啊。一般来讲佛陀都是这样的啊，佛弟子闻法之后啊，基本上是这样。通常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佛陀会说啊，比丘应该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思维你所听到的法思维，一个就是去为别人说你所知道的法说法思维说法啊，这两件事是很重要的。那么通常是这样啊，听到之后独一境处，找个极境处啊，阿兰若极境处专精思维啊，如理思维，专精思维，然后不放逸处啊，说说思维，就是一直这样做。那么目犍连七天证阿罗汉，证出果是舍利佛先证出果。舍利佛见到马胜比丘之后，听马胜比丘说法，听到缘起，马上证果。那么他回去跟目犍连讲，因为他们有约定，他一起出家，而且一起约定谁先得到殊胜法，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啊，所以他马上去跟目犍连讲。目犍连一看到舍利佛来，看到舍利佛容光焕发，明显不一样，法喜充满啊，明显不一样啊！你正道的人那个光明啊，就是那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目犍连知道就是舍利佛一定有得法，然后他就问舍利佛，就跟他讲，也是跟他讲缘起记。目犍连也正出果，还没见到佛，舍利佛先正出果，然后告诉目犍连，目犍连也正出果，那么。后来两个人就商量一起来佛这里，那么而且还带了他的弟子啊，带250个一起来佛这里。那没多久，这个佛陀在为他们说法，佛陀在为他们两个说法。那目犍连听法之后，马上树下思维，专精思维，那么一直这样，若一日到若七日，七天证阿罗汉。他是念法啊，念这个观这个无我啊，那么七天就证阿罗汉。那舍利佛没有办法，舍利佛就做佛的侍者啊。那佛打坐的时候他就打坐，佛没打坐的时候他安排佛的食衣住行啊。那么而且很多人来找佛啊，那么他要安排，那佛说法的时候他就在后面服侍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刚好15天，刚好不是出家15天，是刚好去跟佛第15天，他的舅舅找来了啊，其实是在这里。那通常都是啊这样啊，就是要常常去思维这个佛法了啊，所以如理思维很重要。我们大部分，我常常认为，中国的佛教徒欠缺的就是如理思维，不欠缺多闻啊，就是你读过很多经，而且读过很多遍，但是不去了解这个经义。啊，所以叫做一义不一语嘛。我们读过很多经，像我自己也觉得啊，我心经读了多少遍了啊？我在福研17年，每天早晚课，早课都念3遍，那自己念的还不算哦，早课都念3遍，17年啊，一年有365天，至少念300天啊，寒暑假不算的话，至少念300天啊，一年300天，10年，10年就3000天了。那一天3遍，你看念了几遍？啊，然后平常也有念啊，比如说人家做佛事或怎么样参加的时候，他也会有心经啊，所以你看念多少遍，但是也不去理解心经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都认为你只要常常念就好，就会有智慧，只要常常念就会有智慧啊，烁烁念就有智慧。不对，你要先思维，然后烁烁思维，不是念一遍念两遍啊，然后不断念，常常念，没有，不是，啊，像《六祖坛经》里面那个法达啊，念了3000遍《法华经》都不知道他的道理，那个六祖一点他就通了
啊，一样，就是我们欠缺的是如理思维，没有去思维经义，这个是很大的过失。啊，你很用功，常常念，啊，那精进的念，落一日到落七日，落一年到落七年，啊，但是落一遍、落一百遍、落一千遍，啊，没办法，啊，那何况是哦，我念这几百万的咒，啊，我就可以开智慧，就可以消业障，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啊，那么所以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思维了，思维的力量很重要，啊，所以佛陀也讲啊，啊。那么佛弟子应该要常常思维啊。好，那当这里说到啊，那这个他说舍利佛出受戒半月，佛边势力啊，在后面三封了啊。佛的侍者在阿经里面可以找到十几个，有啊，大概十几个，有些还不愿意做佛的侍者啊，找到一个好地方啊。那个时候佛有。我告诉他说，我有找到一个好地方，我要去修行了。我说我现在身边没侍者，你晚一点，等到我再找到侍者的时候，你再去。他说不行，他被人家占去了啊。那个好地方好修行，你不是告诉我们要找一个好地方修行吗？我现在找到你又不让我去，所以他就一定要去。我说好吧，那你就去吧。去了没几天，刚开始哇环境很好，后来就觉得因为没有方法调伏嘛，又觉得啊本来觉得很清净很极静，后来静下来的时候。啊，青蛙也吵，虫也吵，啊，那个风也怎么样？就是觉得啊，就起烦恼了，又回来了。啊，也有这个啊。这佛的侍者换过很多人了，换过很多人，一直换到第二十年，第二十年，那么换到阿难不换了啊。那么前二十年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那舍利佛最初也做佛的侍者啊，那么所以啊，他以善善佛啊，就是在后面三佛，印度比较热嘛。长爪梵志见佛问讯器，一面做四念，啊，他这个是他心里面想的哦，啊，然后他讲出来的还没啊，他想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转，就是在想上面这个啦，啊，你看上面第一行有没有？第一行就讲这个二十五，相信他讲的就是啊，这个摩诃居士有说的啦，啊，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转。无有实法可信可恭敬者，啊，那么所以啊，他就在讲这个摩诃居士心里面这么想：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转。四中何者是诸法实相？何者是第一？何者性？何者相？不颠倒。啊，如是思维啊，譬如大海水中欲尽其海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时可以入心。啊，这在讲。啊，你不管你说什么都不是，都不对，啊，那么彼以何论一道而得我解止？就是他就他所认知的世界上一切的语言论义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可破可坏的，啊，可以把它吹倒的。不管你讲什么，到我这里都不堪一击的，啊，那所以，那么这个取坛啊，就佛陀。到底是用什么方法，然后能够让我这么聪明的小外甥，那么能够做他的弟子，啊，那么这里想完了之后，他心里面这么想之后，他就开始讲了，啊，那么就跟佛说，啊，那么取坦，我一切法不受，啊，那一般讲就是后来佛陀跟这个摩诃居士罗讲的，就叫做受缚经。受缚经啊，一般把这个叫做受缚经了。那佛陀就开始跟他说啊，这个里面有佛陀就开始讲，那怎你知道什么叫做受啊？先跟他讲了，你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然后后面就跟他讲，那什么叫做受？苦受、乐受，再开始跟他讲这个。然后摩诃居士罗就因为这样证阿罗汉。好，那我们往底下看啊，他想了之后，这里是说他想的。啊，那么想了之后，那么就跟这个佛陀说：“我一切法不受。”意思就是说，你不管讲什么，到我这里都不成立，我不受你的一切法。就是你不管你讲什么，你的什么论点，一切的论点都是妄论，啊，都是戏论啊，就讲这样了。所以我不受一切。那么佛就问长爪：“好，奴一切法不受，这个是你的论点，奴。”
能见受佛啊，就是说，就是说佛陀有他的论点嘛。那么他不知道佛陀到底是有什么，他还不知道哦，因为他是第一次见佛，第一次跟佛交手啊，论义啦。那么所以他还没见之前，他先抛出一个论点：佛不管你讲什么，佛不管你讲什么论点，到我这里都不成立，因为我不受一切法，所以你的一切法，不管你是什么，他还没讲哦，佛还没讲他的论点哦，不管你是什么论点，到我这里都是虚妄，都是我不受一切的法，我不受一切，他抛出他的主张了，啊，我不受一切，啊，我一切法不受了，应该是这样啊，我一切法不受。那么一切法不受，好，那么一切法不受也是什么？也是法，啊，就是这个论点，它是一个论点，它本身是一个论点，它本身是一个论点，啊，就见解了，啊，那，啊，我不接受啊，这一切法，一切的论义啊，一切的论义啊，观点啊，见解啊，啊，论义、观点、见解，啊，一切的见解。啊，论点、论义、论点啊，那么他都不接受。那么佛陀就问他：那么你这一切法不受的这个法，它本身是一个法，一个论点啊，它本身是一个论点啊。啊，那么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你受不受一切法不受这个法？如果你不受啊，你看他底下就会讲啊，他就有矛盾啊。那么。你说你一切法不受，好，那你本身这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如果你不受，那你就破坏这个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了，因为你受这个一切法不受啊，你受持，就是你认同。受就是认同嘛，你是可以受持嘛，我认同，就是我对于一切世间上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见解。所有的论点我都不接受，我不接受，我都不认同，我不认同一切世间所说的任何的一个论点，我不认同。那么好，那么你这个一切法都不接受、不认同的这个法，你受不受？你认不认同？你至少要认同你本身这个一切法不受这个论点啊，就好像怀疑论会觉得一切世间。说出来的可见的都不真实，所以他怀疑这个世间的一切。好，那么但是有一个哦，你对世间的一切法都怀疑，那么你对于你所怀疑的怀不怀疑？这个在逻辑学上，它就是那你怀不怀疑？至少比如说，所以我思故我在嘛，就是说你能怀疑的心，你不能怀疑啊，你用这个心去怀疑世间的一切，那你怀不怀疑？你能怀疑的这个心值不值得怀疑？就是你怀疑的这个心是不是也不正确呢？也值得怀疑呢？那如果这样，那你要怎么成立？至少你能怀疑的心是正确的，你才能够去怀疑世间所见的嘛，所听闻的嘛。那么，所以反过头来，怀疑论者到最后连自己也怀疑，是哦。那我现在我所怀疑的这个心不，因为你怀疑的心就不正确啊。那你怎么，你不正确的心怎么去论定这个世间你所见的是不正确的？怀疑就是怀疑世间所说的一切真理都不是真理，就是世间上一切所认为的真实正确的东西其实都不正确，因为你能见的、能知的。其实都是可怀疑的。好，那么你推回来讲，那么能怀疑的心是不是也值得怀疑呢？你怀不怀疑你现在所怀疑的，是也不正确的。好，那如果假设你能怀疑的心也不正确，那你所怀疑的事就有可能是正确哦，对不对？这样知道吗？就是你退回来想，好，那现在也一样，那你一切法不受，一切法不受这个论点，你认不认同？如果你认同，那你至少一切法不受这个，你受了吗？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是受的，你受一切法不受这个法，所以
一切法是指其他的，那这个本身是一个法，那么你受不受？你受，你认同。那你认同，你就不能说你一切法不受啊，因为至少你认同，你认同啊。就像你可以怀疑世间的一切所见闻、所听闻、所了解、所知道的、所说的一切人所说的，你都怀疑，但至少你能怀疑的这个心，你不怀疑啊，那你还是有不怀疑的啊。那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逻辑先生本身就有谬误，他有所谓的逻辑的谬误啊啊！这个英明有时候你英明之，你说语言没办法说出真理，就是这样嘛。好，那这个是比较深细的、比较深细的逻辑的东西了。好，我们这样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这里讲，他就跟佛说。瞿昙，我一切法不受，就是说佛还没讲，他就跟他讲，不管你讲什么，我都不认同的。我不认同世间所说一切人所说的一切法，我不认同一切人所说的一切观点。其实它就是观点了，论点、观点啊，所以它是观点。其实它就是观点啊，所论立的种种的观点、见解、观念啊，观点、见解啊，那么。一切你所说的，因为佛还没讲嘛，啊，他就讲佛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是用什么样的论？因为辩论的人就是我说出来的东西合理，你没办法辩驳。那么用这样来折服人的嘛？那他认为佛陀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观点，用什么样的论例来折服我这个小外甥的？啊，所以他就佛还没讲之前，他就说不管你什么观点，我都不认同。一切的观点，一切人，一切的论义，一切的观点，我都不认同。好，那么佛就问他，那么一切人，一切论义，一切观点不认同，这个观点你认不认同？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好像你怀疑一切，那么能怀疑的，因为你怀疑一切也是他认同这个一切，他认同这个观点，比如说。他认为这个是真理，他认为是这个真理，他认同这个观点也是由他的心认同的。你怀疑他所认同的，也是由你的心所认同的，那么一样啊。那他的心不正确，你的心怎么就正确了呢？他能认同的心不正确，你能怀疑的心怎么就不值得怀疑呢？他认同的观点值得怀疑，你能怀疑的心怎么就不值得怀疑呢？是不是？你好好想这些东西哦。啊，这个逻辑的东西了。好，所以他这里讲，佛陀就跟他讲：“奴一切法不受，是法见受否？”就是是见受否，是这个法；奴一切法不受这个法，这个见是见，就是这个观点，见就是见解观点，是见受否？就是奴见一切法不受，一切法不受这个观点见解，那么你接受吗？你认同吗？如果不认同，那你就自打嘴巴啊，你就自打嘴巴。如果你认同，那么至少你认同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认同啊，你见啊，见此啊。如果你认同，那么你就不能讲一切法不受，啊。那么如果你不认同，那你怎么说你一切法不受？是不是啊？所以佛所质疑他的道理，质疑他的内涵，就是你这一句话本身就有矛盾，本身就有矛盾。奴以引邪见读，你的观念本身就不正确，你还来质疑，我都还没讲我是什么观念呢？你本身观念就不正确，你还来质疑我，就好像你本身怀疑的心就值得怀疑，你还要来怀疑我所见的，对不对啊？一样的意思嘛。奴出世读气言一切法不受，是见奴受否啊？所以你讲的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还来。怀疑我所说的没有道理啊，那么你这个法受不受啊？你这个法受不受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后面是前面是奴一切法不受是见受否，这个是引用经典的。那么佛所执意，这个是龙树在解释这个道理的，就是说这个佛执意他的道理啊。那么你已经引邪见读，那么今出世读气言一切法不受，奴是见奴受否？啊，就是一切法不受是见受否啊，是在解释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长爪泛智如好马，
渐边影即绝啊。这个长爪犯是听了马上就知道，因为辩论的人他头脑还是清楚的，他马上就知道，马上就知道他落下风了啦啊，他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了啊，叫渐边影即绝啊。那么底下有个注解啊，143，他说杂喊33九二经四种两码。好，我们把这个讲完啊，把这讲完。他讲到啊，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说过啊，佛成道的时候啊，讲之前啊，那么他有四种两码啊，佛用四种两码来比喻世间的四种人。就上次我们有说过啊，我们再讲一下四种两码啊，因为他是看到老病死，我们在讲到佛见到老病死的时候，那么马上就警觉掉了啊。那么佛后来就用这四种两码来比喻四种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第一个叫做顾其边也啊，就用骑马的比喻了啊。顾其边也，随遇者心。边也，随遇者心啊，遇者就是骑，就是那个骑马的那个人，随遇者心，持速左右啊，知道要快要慢，要左要右啊，持速要快要慢，要左要往左要往右，都是靠那个鞭子嘛，都是靠那個。我们现在是那个开那个车是靠那个什么？靠那个方向盘。啊，然后要快要慢是靠那个油门，啊，或是刹车的。那要左要右是靠那个方向盘。那么以前都是用马，靠一个鞭子，打左边、打右边、打大力、打小力啊。那么来看它持速左右。好，这个是顾其边也啊。第二个是鞭触皮毛，这个鞭就是他还没打到，他只是看到影子，好马看到影子就知道。要跑快，要跑慢，要跑左，要跑右啊！那个另外一个第二种好马是鞭触皮毛，这个鞭子已经打到身体，但是轻轻碰一下而已啊，就是鞭轻触皮毛而已，他就能够知道啊。那么这主人要他跑快跑慢啊，要他跑左跑右啊。然后第三个是小青皮肉。它不是轻轻碰下，是稍微打一下，打到皮了。这个只是皮毛而已哦，还没碰到肉哦。轻轻碰就碰到皮毛而已嘛，啊，有感觉了。那碰到肉，那是打大力一点点的 啊，叫小青皮肉。那么他才知道要怎么跑啊。那么第四种就是铁锤刺身，彻肤三骨啊，要很大力啊，要很大力啊。啊，铁锤刺身，要感到痛了，而且就是这个彻肤伤骨，已经皮肤流血了，或是有印痕了，有一条鞭子打下去，或是要那很重的铁刺下去啊，那么彻肤啊，就是。痛彻皮肤啊，已经打到神经了啊，伤到骨头了。那么他才知道要往跑快跑慢啊，就是知觉比较差的人，用这个来形容四种现象：一个见到人家老病死啊，闻他老病死啊，你没有看到哦，没有亲眼看到。只是听说啊，谁谁谁怎样的老病死，能正思维，能生警觉，啊，你自己就会想了。那么能生警觉，啊，就会自己知道哦，我也有老病死。然后就会想去啊修学解决老病死。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就闻他身子，就是顾其边也，啊，你不用讲得很清楚，你稍微点一下我就知道了，啊，那现在就在讲这个，啊，那第二个是啊，这个见他老病死，
见他啊，你自己看见了，但是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亲眼所见啊，那这个只是听到而已啊啊，没有那么深刻。那自己亲眼所见，那第三个是见至亲人，那这个人跟你关系不大啊，谁谁谁隔壁谁谁怎样谁啊死掉了啊生了病了，那见自己的亲人，那这个就很深刻了啊，这个就变得很深刻了啊。那么第四个自己啊自身。自身老病死啊，自身开始老了、病了、快死了，已经要死了，身重病了啊，那么开始人正思维、人生警觉，那这四种都是好马，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有些人就是自己要死了，他还在怨恨，他还没有警觉心，还没有说啊，了解无常啊，了解无因无果，还没有修行的心，自己都快死了。还在怨恨，还在贪爱，还在想自己要得到什么，啊，还在想自己失去了什么，那么都没有警觉心，让知道这个无常跟苦啊，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从这个所谓的四种良马里面来说，这个人的根性啊，叫觉性，这警觉心啊，这个警觉心，人生警觉，这个叫觉性。佛就是念念觉嘛。啊，由觉性而觉悟啊，那么由觉性起觉察而觉悟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里说到的是啊，这个长爪梵志就好像好马见边影即觉，是引用这一部经的啊，引用这一部经。那底下有所谓的杂阿含啊，讲了杂阿含啊，那这个九二二经啊，讲这个。那这里。得佛语啊，遍着正道，啊，就是佛只是这样点一下，点一下，他就知道他弱，他输了，他佛就马上知道，马上知道，佛讲的是道理啊，是道理。那么，所以长爪梵志也是这样，得佛语边影入心，那个边影尺数左右啊，那么是打到皮肤上，但是佛这个话打到心里面上。而且没有真正打，没有打得很大力，佛只是轻轻点一下而已。好，后面有讲，佛是轻轻点一下，他马上就知道，他马上就了解了。即捐弃贡高，本来是贡高王曼的嘛，认为他胜过一切的人，就算佛他也不放在眼里了。现在佛轻轻一句话而已，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惭愧心了，惭愧低头啊，如是思维，佛赐我着恶处复门中。好，就是他已经输了，堕两个副处，就是两种错误了。好，那这个因为时间到，我们下次再来讲啊，讲这个所谓的堕两种副处，它这个是第十七种佛为什么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